虎扑11月29日讯，亚足联官方宣布20岁的中国香港球员郑展龙代表截至在对阵带太阳神比赛时打进的世界波，被选为今年亚冠联赛的最佳进球。相关阅读，亚足联评亚冠最佳进球，高拉特奥斯卡入围候选。本次亚冠最佳进球完全由球迷通过在亚足联官网页面投票选出，七天时间内的投票数总计133万3976张，排名第一的郑展龙获得了707476张。位于其身后的是伊朗劲旅百斯波利斯前锋艾哈迈德，他的得票数为49万0273票，而第三名武里南联前锋埃德加票数近为72405票。两位入围最佳进球候选名单的中超球员奥斯卡和高拉特票数分别为2824票和3135票。郑展龙的这一进球除了非常精彩之外，同样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帮助截至获得了香港足球历史上的首场亚冠比赛胜利。在领奖时，郑展龙也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非常激动，也很荣幸能够获得亚冠最佳进球这一奖项。其他的9个进球同样非常精彩。老实说，进球的那一刻，我的大脑里面一片空白。这个进球是非常特别的，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我在亚洲最高水平俱乐部赛事的第一个进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帮助我的球队赢得了胜利。当然，这个进球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的我，它将会成为我步入未来的一块垫脚石。我真诚地感谢所有为我投票的球迷们，我会继续努力。